结果跳落来坐的时阵，一路走来，尤其这两年，你知影无？我曾经是叫骂八次，骂上济，喺南港火车站外面嘅台湾基进党嘅造势大会现场。咁当然人数唔会好多吓，但系会睇到咧。赵天林妹子，阿是我陈义子妹子，亦都有年纪大嘅都有。人，作为台湾人啊，是为台湾在做命。民进党需要执政，但是我哋唔是为民进党嘅代表，民进党嘅代表不过是台湾代表嘅一部分。支持呢一位就系第一位嘅基进党嘅主席陈义子。民进党在呀。阿你，咱家这个结构打造出来好不好？咱打造出来是足艰苦的道路，明仔载就要开票了。我的高雄、台南的造势晚会，不断的大家讲，可我基层这人无法度，我发出一个求救讯息。你来求救讯息是啥？我十几年来站在头前，会使讲是满身疲惫，后边不知偌济攻击甲抹黑，但是咱打死无退，因为做一道囡仔，咱是中国底啊，足不幸的，这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，所以咱既然出现。比人较不行，唯一会使做的是比别人较坚定、较坚强。你讲对不对？ Yeah! 所以这个求救讯息是啥？是恁基金需要恁。我陈义奇要进国会，需要恁。吴新在要入国会选赢，需要恁。林益民要选赢，需要恁。我跟你讲，改变历史，将来就是为少数开始。这道历史的改写，台湾基进无济，以台湾基进这个制度顶冠。我咱基进突破500%，好不好？你来有信心，你家己想，如果一个500%坚定的独派，伊台湾拢无存在。阿叻，我跟你讲，中华民国台湾，伊人是中坚战，伊即将成为我们这一辈子的终点站。你干杯！加上台湾家己人，咱家己台湾人的国家完成，这是一个偌卑微的愿望。这不过是甲地球顶端200个国家平等互相尊重，徛在这个地球村的一个平等卑微的愿望里，你讲是不是？既然是安尼时阵，咱是不是应该？共同来成就，只要坚定打拼，无退500%，咱就会使来往起来往用前进。你讲好无？所以这个求救讯息是，恁每一个人拢是基进的战友，好不好？既然作为基进的战友，我跟你讲，你来搞基进。用家己的良心讲，甲基进做伙做一个骄傲的台湾人，为着要做咱家己台湾国家的主人，咱必须要做伙，大家携手共同再进、再进、再再进，好不好？你讲好，这就是你的责任，不只是基进咱这伙伴的责任。好咱已经来了，等起，等起，为你细汉到大汉，
受会着的，一个一个拢甲拜托，拢甲恳求，用钱信任所的无得，因为咱要做啥，咱日本有一个会使用政治撮了咱台湾人，加入一个属于咱台湾人民的国家，一起对抗，只有咱台湾基金，好不好？好，予咱作为一个盼望未来台湾国家前进的政治对抗，站停停，站在台湾，只要八五八，好不好？最后，我会再用台南路送予大家四项物件，这四项就是做台湾囡仔。台湾国家主人需要靠在咱身躯的台人，作为一个挂在面上的自信的台湾人，咱的面上要挂有咱一个台湾的一个自信，好不好？第二，咱作为台湾人是要打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，予咱上一份生于咱心内底善良，带着心内底善良，加入台湾家己的国度，好不好？第三，请恁用着英语咱血液内底的台湾国旗，甲基金做伙前进，好不好？第四，予咱带着台湾人刻在咱台湾囡仔生命内底坚强，做伙来面对接下来挑战，好不好？有这四项物件，有这四项祝福，不管台湾的前路会拄到啥货，咱绝对要有信心，一一克服，一一克服，好不好？大家跟我做的话，五百过关，我话五百，你话过关无？五百过关，五百过关，五百五百五百过关过关过关。现在动算，现在动算，现在现在现在动算动算动算，一瓶动算，一瓶动算，一瓶一瓶一瓶。共算共算共算，多谢您，给咱金梅得去台湾基金，我头拄对您讲的求救讯息，大家今日会今日敲电话、邮票、催票，拜托高嘉情绪勒索，所有一切拢是为着让基金落下来，为着用基金带领一个未来台湾的国度。哎，这个梦想，好不好？好啊！多谢您，一路甲基金，阮只有是共同做伙，三加六经经做伙，互阮千千米高高，甲你说多谢，谢谢。